策，討論到推動創新科技的問題。他說現屆政府銳意發展創新科技，例如是注資大學研究基金，為私營機構研發開支提供減稅等。他認為公私營合作來推動創科發展會更有效，不只是單靠政府出錢和領導。 Second thing is about culture. It would be very disappointing to see that when young people are now very innovative, very willing to take some risk, but their parents said no. But cultural change is not something the government or this government could do. So it relies on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audience to give that strong support.馬雲亦都認為香港充滿發展創科的優勢，又認為降低初創企業稅項有助初創發展。For the government, if you cannot give money to those startups, why not reduce the tax for them? I'm doing that. That's right. We have a lot of in China, a lot of big cities giving policies and giving tax good conditions for only big companies.But if we can give like startups 3 years no tax or 5 years 50% tax, then we're giving them at least more time to go. At least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them. This is what Hong Kong is doing. 馬雲說香港擁有不少專才，又是一個開放的地方，他的集團非常有興趣來香港發展。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導。一個公屋申請人向房屋署隱瞞個人資產，被裁定作出虛假陳述罪名成立。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审讯，案情话被告去年七月向房署交一份公屋申请表，申报银行的存款只系得大概27,000+，其后被揭发刻意隐瞒拥有近250万的存款，被告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法庭话案情严重，判被告罚13,000+同埋监禁14日，判刑24个月。中宣部副部长老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中纪委夜晚公布老伟落网消息，但未有透露违纪的内容。老伟曾经出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等等的职务，任内加强互联网。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Hello 指教，呢张系我嘅卡片，呢度系我工作嘅地方。透过职业专才教育，入职前我已经学到呢样。在台灣有民眾提案要求當局設立私刑，懲罰酒後駕駛和性侵犯的職犯，到現在有20,000+人聯署。當局就說私刑不符合國際潮流，要審慎處理。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上星期台中一個女人凌晨懷疑酒後駕駛，撞死一個駕電單車的麵包師傅。警方調查之後發現這個女人已經有2次的酒駕案底。由2007年到去年，台灣總共發生90,000+的酒駕事故，總共造成3,000+人死亡。近日有民眾在國法會平台上提案，要求當局對酒駕增加私刑制度。提案指酒駕者藐視法律，不尊重別人，亦都是間接預謀殺人。除了現行刑責之外，追加私刑一邊，即使未造成他人死亡，如果再犯，亦要以私刑懲罰，增加的私刑次數上限3遍。有民眾認為具阻嚇作用，可能就是因為刑罰太輕，或是沒有真的實際上就是身體的那種懲罰，所以才會導致我們現在社會上亂象這麼多。行政院表示將在下個月開會討論，但認為私刑有違反人權的疑慮。其實他清醒的時候他也知道說不可以酒駕，但是一旦喝了酒他就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台灣從過去威權時期那進步到現在重視人權、重視民主、重視法治，那对于所有违法的行为都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那对于是不是使用鞭刑这件事情，社会拥有各种意见，但是从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这跟国际的潮流并不很相符。除了醉酒驾驶，提案亦要求对性侵犯及对幼童伤害等犯罪增加鞭刑，认为有阻吓作用。无线电视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体育方面，一连6日的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展开了。晚上就进行了混双首圈的赛事，港队代表登场。呢日的焦点落在黑衫的港队代表李俊熙和周海华身上，首圈对南韩的金元浩和新星赞。周李佩打不出8月赢得世锦赛铜牌的气势，今场接发球不是那么好，犯错都是较多的。
先输一局15-21之下，第二局未能够扭转劣势，更加被南韩嘅组合捉晒路。李俊熙同埋周海华试过连失8分之下，最终再输6-21，首圈毕业。粉红衫英格兰嘅艾迪确克夫妇同样系一轮游。呢一对3号种子直落2局12-21同埋19-21，输俾丹麦嘅帕达神同埋基斯安达神。赛事1年6日喺红磡体育馆举行，亚足嘅星期日就会上演各项嘅决赛。澳洲足总杯嘅决赛 ，FC 悉尼踢到加时击败亚德莱德联。数据同近况，浅蓝衫嘅 FC 悉尼赢晒噶啦，近9场赢7场，用咗19分钟就攻破对手大门。年糕一下假身入过对手，再快门进一步射死角入。FC 悉尼之后再有黄金机会，不过今次艾索反应够快，扑出呢一球近射。亚德莱德联换边之后初段即刻有攀平嘅机会，就系救咗 FC 悉尼。踢到68分钟，亚德莱德联终于揾到入波方法，系米利奥斯力嘅一人功劳。亚德莱德联在劣势之下追和，花定时间踢成1-1，要加时。后上的气势差点令到他们反超前，加时上半场的一球拆柱而出，大好机会把握不到就埋下输波伏线了。 FC 悉尼加时下半场的这一次罚球攻势，宝宝顶入彭金亮最重的一球， FC 悉尼最终险胜2-1，捧走足总杯。NBA 騎士大勝活塞28分，連贏5場。立邦詹姆斯今場攞嘅18分裏邊有16分喺第一節射入，咁佢之後3節做咩咧？一陣再講啦。韋迪鏟籃引嚟3人夾擊，傳俾老夫入2分，肩膊埋犯規。騎士上半場嘅投射命中率高達62%，係其中一個贏波關鍵。头两节17次起手射3分，中11球，是另一个原因。即使史密夫攞得我3分都唔紧要啦，骑士今场嘅得分点实在太多。讲翻立邦詹姆斯啊，呢一球系佢下半场唯一嘅入波，唔系佢打得差，而系太早进入垃圾时间。立邦詹姆斯做助攻仲好啦。騎士最終大勝116-88，終止活塞主場6連勝。每日都搏到盡，退休未諗啊！強積金預設投資已經推出，特點係隨住強積金計劃成員嘅增長，而自動降低投資風險，收費設上限，仲會分散投資喺。報道完啦，晚安。